对人体那个组织，它可能就是刚刚那个所谓的聚热的部分啊，会变成很多的热的 noise。那当然就是我们老师他非常有自信说，哎，这个是我们做科学的要去处理的这个问题，哎，是这样的。那当然我们也会做这个参考，是。要想是，你是怎么避免每个人的皮下组织深度不太一样的？深度不太一样。对，每个人的皮下组织厚度不一样。哎，是是。那这样会不会造成测量的误差？没想到这个。我另外顺便提醒一下，是沉默的意思不是说默比较深。哦，是啊，是。沉默的意思应该是说默上升比较慢。啊，这是特殊默的感觉了。是是是是，这个肯定要稍微一点。谢谢谢谢，因为我对这个部分真的不太熟悉，因为我本身是电机背景，就是处理这个讯号 ，OK。我跟你们张老师很熟了，我跟张是是是张理事长两个都跟张老师很熟，我们是在这。谢谢老师指导。我第二个问题就是，是，就接着我刚刚请教你的问题，如果用八道舌头来看，它温度的那个 gradient 啊，跟你这两个是 match， 我认为会，但是。会比你这个准，为什么？因为它可以随便你移动，你这个不能动啊。是，这个不能动。你这个不能动啊，那八到十二、三到五都随便你动，所以那三个寸关尺应该就比较容易抓的。所以加盟大概唯一可惜就是 Marie Pendon 在热这一方面会不会有 transparent 的问题，这个要去想一下。了解。否则的话，它的温度效应是 immediate， 就三十分之一秒、六十分之一秒的话，是它三个温差是非常明显。是是。跟厚薄的关系，我认为比较没有那么。